那大家都知道呢 ，CES 上呢会有很多汽车厂商。那大家对汽车行业的关注呢，也从整车到了零部件。比如说这一家企业 ，Bolloding 是一家美国的企业，它呢就是专门做激光雷达的。那大家都知道无人驾驶是不是？无人驾驶其中一项最重要的技术就是激光雷达。那汽车公司对激光雷达的关注呢，始于 Google 那一辆豆荚车不停旋转的大花盆，那个呢就是由这家公司以音响起家的这家公司生产的。但你能在各种无人驾驶的试验车上看到大或小的激光雷达。到最近两年啊，激光雷达才真正开始成为创业和投资的热点。那原因呢，是前它实在是太贵了。Google 无人车上那个黑色花盆就要7.5万美元，而目前相对成熟的量产产品，单个售价呢也要大概1000美元。激光雷达的成本将迅速降低。